政府今天推介我的首间房屋计划，给刚将入职场及月入少于3000令吉的年轻人购买屋子。在此计划下，年轻人可购买10万令吉至22万令吉的屋子，并可获得100%的房屋贷款，摊还期为30年。符合资格的年轻人即日起可向国内超过20家金融机构，包括回教金融机构申请房贷。在此计划下，年轻人可购买10万令吉至22万令吉的屋子，并可获得100%的房屋贷款，摊还期为30年。首相拿督斯里纳吉今天为此计划主持推介时指出，政府非常重视这项计划，因为可以减轻年轻人购买房子的负担，同时也可以让他们很快购买到第一间屋子，尤其是在城市地区的年轻人。他说，政府将通过大马在抵押机构替这些房屋购买者缴付10%的首期钱。他说，这项计划也是政府认真要实现一个大马概念，以及落实以民为本、即刻表现的口号。